们看时间呢、啊，现在是不到三点，四点十五分哪里下车我们就哪里上车。现在我们去的这个咖啡馆有开过心情好又暖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，是选宾的女朋友，有几年了，有好几年了，在这边有拍过韩剧就对了。这里面这个咖啡馆不买咖啡的话，这里面是进不去，只能拍外观。那你们大家呢，想坐着，这整排都是咖啡馆，随便你们找哪一家都可以，但是这一间比较有特色啦，里边可以拍到的地方也蛮多的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等一下呢，这个下去，这里下去，右手边就有厕所。那我们上来的时候，那边上个厕所也可以，咖啡馆也有厕所。好了。